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行嘞，大家请坐。辛苦大家，阁继续来听，彼此的勉励。今仔日中华民国，是因为透过因的家己的霸权甲军事力量来掌控咱台湾，所以为一般的台湾人，为着迄个二一八还是白色恐怖，所以今仔日大部分的爸母说，袂当插政治，阮做牧师嘛是同款啊，教会说。牧师袂当插政治，所以今仔日这个观念一直延续下来，所以造成很不容易改变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民政府，就是学习把观念调整到真正的事实、真正的公平、真正的公义。那就像我们高沙族一般，牧师。我也看手伫遮，我差不多二十五年前吼，我伫迄个新竹五峰有来教会，教会买一台车，我们这样开车过来，然后进入到山洞，有一个警察说，哇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一看，你牧师啊，家在牧师来到帮忙。说牧师还会帮忙警察，结果原来有两个少年人跳倒来，饮酒啦，突突突突突突，砰！在山洞里面撞到，有一个重伤，所以警察讲啊，牧师牧师来，赶快载这个两个年轻人，好，所以年轻人我们就在那警察就。开倒车，我们就从五峰开到竹东。虽然那个重伤的大概没有多久就离开世上，断气了。那我的坎丘呀，衣服也弄流血了，满身都把它绑起来。在山上哈，有人讲是奇怪，牧师啊是原住民，恁无虾米社的，是安怎爱？买车为什么要买车？实际上，我伫三十几年前，还是四十年以前，还是25年以前，我们一般虽然牧师没有那么多钱，还是硬着头皮爱买一台车，因为当时20-30年前，无论是部落的北郎，还是要准备生产的夫妇或是妇女，一定会找牧师啊。所以我们那一段时间都是部落的代志，就是牧师的代志，是不是干那教会的代志？所以这嘛是政治啊，关心这政人的代志，拢是政治啊。问题就是中华民国把这个政治改为政客，啊，政把它当作仇庸的，导致于对政治迄个观念、迄个意义就误解。好，不要紧，因为今仔日我在说这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间谈论高沙族，我有提醒一件，就是选举的时候，原住民高沙族真欢喜啊。所以每次说，哦，选举的时候，你的迄个门口正门会当关袂要紧，但是后门的后壁的门袂当关，哎，给它开开。原来就是晚上就是拿钱啊，所以很多高沙族的部落，哇，第二天的时候看到哇，水沟都是水槽啊。都是猪毛，
原来杀过猪了，这拢是选过的事，哇，欢喜个太低啊，哇，高兴的要命。所以这些都是造成把真正的事实、选举的意义、民主真正的意义扭曲的，都把它扭曲。好，那因为一般的原住民。 30多年前来到都市的时，伊原住民的青年说：“诶，对都市无了解啊，白队的青少年人对原住民的少年嘛是无了解，所以互相无了解，争论就较有啊，争论下去一定会打架吵架，所以互相误解，没有一个真正的。” 机构说怎么照顾原住民的都市，所以为什么那一段时间原住民到都市非常可怜？他做了一段时间，做了还没到一个月，已经有的快领薪水了呢。因为平地年轻人就欺负他，所以他们那一伙的人就跑掉，宁愿不领薪水，已经快。 爱准备领下列呢，但是他们宁愿不要，因为被欺负到这样，所以那时少年人说啊，到底咱高沙族原住民的前途渺渺茫茫，所以今仔日还好有教会在，也一直帮助高沙族。等一下我也恳求哥再唱一首。 谁掌握明天？好，我们来拍手欢迎。 今仔是毋是演唱会？他拄啊主席吼，有安尼讲讲，懵懵不要不要，唔知影明仔载是安怎吼？所以这首歌就是 I don't know how about tomorrow 哈 ，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， 但是我相信谁掌管明天，也就是这一位爱我，他知道我，也是创造我的这一位，我们的天父上帝哈。 那第一次我用英文来唱哈，啊，第二次用中文。 I don't know about tomorrow. I just live from day to day. I don't borrow from its sunshine. For the sky may turn to gray. I don't worry of the future, for I know what Jesus said. And today I walk beside him, and he knows what is ahead.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 I don't seem to understand, but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,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.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每时刻安然度过。我不求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我转阴暗，我不为。 将来而忧虑，因我知主所应许。今天我。
深知前途光景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管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不好意思，谢谢，多谢。很多事情我们很难掌握将来的事，但是今天台湾民政府给我们更大的确实性，台湾民政府可以做比任何的党派做得更好，一定会把台湾带到更美的境界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也是我们民政府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。想到秘书长毕淑定迪，进入到曾经到中国办学校的时候，他办三四个学校，然后差不多十年的，对不对？怎么你顾伟洗干？四川省把88个的高中最高中学校最好的前一名、前两名，就把。邀请他们带到秘书长他所办的学校训练他们，教育他们，供他们住吃都免费。因为一直想说中国是我的祖国，所以我应该尽心来帮咱中国人，这是以前必须定的修法。那他也是蛮有这样的信心，但是咱们了后看到老公呢，也查到秘书长的一些的背景，原来背景就是李登辉在总统的时候有一个特使，这个特使跟秘书长熟悉，所以刚好就有一些把中国的一些的情报、一些资料提供给李登辉的特使和老公。慢慢知道这样的情资，然后就把毕淑定所办的学校一步一步一步将将要准备没收，所以他会刁难任何的公安人员，以一般普通的公安人员呢，就是一般普通的警察的，说这个啊这个不服要罚多少，那个不合，这个不合要罚多少人民币，他们一定要付。那最后就有的付10000多块的人民币，甚至有几十万的人民币，甚至有100多万的人民币被慢慢的没收。这个毕淑定说啊，安内别言过，财产可以被没收，但是生命是宝贵的，所以就开始设计也要逃亡。所以2个月的时间，被公安人员有4个先监督这个秘书长在一间旅社。那2个月，超过1个多月以后，就变成2个公安人员照顾毕淑定，因为他们相信说啊，那应该没有出事，不会出事情了。这吴志刚，好，毕淑定紧跳啊，就给。这个公安人员，人民币100块，然后过几天，人民币500块，
这个公安人说：“遐尼济啊！”必须顶告，甲因讲是：“你爱好这个节来照顾你家己的家庭。”哦，那个公安人员就感动。那有一天，哦，必须顶讲啊，我要出去打电话一下。那刚好这个两个公安人员相信这个毕淑定啊，撩袄毕淑定趁那个机会偷照哦。你们看那个他日毕淑定写的《中国出逃》那一本书，我更感动的是，他逃到厦门，那厦门这个那个好像偷渡。专门在偷渡的船夫啊，哈，台湾人偷渡到台湾，什么啊？国共一派，你是台湾人偷渡到台湾，我唔捌听过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就秘书长就给他钱，然后就到金门，秘书长他也暂且相信了，因为唔捌的所在，哈，暗时十。暗时十点外，然后就差不多那么深的水，然后就秘书长就下水，淡淡哦，然后那个船夫就走掉了。然后下去的时候，一直走，特别点瓦精，然后到了膝盖，那到膝盖都泥巴啊、泥沼啊，所以他的皮鞋和袜子都慢慢的脱掉、破起。然后到了。快到金门的岸边的时候，还有一段距离哦，他就在边用手帕顶住他的屁股，然后有一个柱子在边底下祈祷啊。虽然伊无相信上帝，但是他知道说上天，假如我还活着，因为在这个地方牺牲生命。我唔甘啊！我不甘就这样牺牲生命，所以他就向上天祷告说：“若是我能够活着回到台湾，我后半辈子我完全奉献义务志工给台湾。”所以这个是生命的祈祷呢，请求无论教会还是任何的宗教，你家己的祈祷的是。一定会付出你自己生命的价值，那个心境哦，无人会当形容，是你自己可以体会到。所以秘书长这样祷告完毕以后，哇，周围全周围很多星星闪烁，所以警察这样来到去找秘书长的时候，就看到，秘书长说：“你怎么会找到我？”他们有看到你旁边都是星星烁烁光啊，才找到你。所以很多事情很难用科学来去证据证明，嘛是用信用。所以今仔日咱来家嘛是信用，咱透过民政府必须定的法律论述，我们确信有这样的活路，这嘛是信用呢。所以今天给那些会当改变中华民国的教育，就是爱咱透过你我隆重的同心来试看卖，安尼好唔好？试看卖好唔好？不要勉强哦，真正的是一个确信啊，的的确确，这个就是重新，所以。明天或是你们以后再参加高级班，会更认识台湾民政府。今天是台湾高山族，为着家己的名，还是家己的文化搞乱了。就像我是亚福夏德，实际上是我是。以前的名字是李福全啊，这个是国民党好玩的呢。我们没有权利，高沙族是无权利家己和家己的名呢，是那些办事人员、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哦，像你这一名，
然后做解释，你选举，你更一个，更靠伊阿的名这样。那更可怎么讲？也不能说更可恶，还是更可悲。哎，真悲伤的是，连自己的兄弟姐妹无同款的生呢。啊，有的姓谢，有的姓李，有的姓杨。 家己的兄弟姐妹呢？你看，跟你搞混了。只有中华民国做这样的事情呢、啊。所以，虽然安呢，但是我你我们重新再做，来创造新的台湾历史，创造新的台湾历史，安尼好不？好。哇，你们很累了哈。 我要紧，六点还有一些些时间，卡吞论起来，好不？那高沙族山地人反那，反姓山地人啊、哦，高山族啊、哦，那然后就变作山地人说，我们有一段时间为了这个原住民这个名称底下讨论。 差不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11年以后才改原住民。我们从高山族、山地三胞、平地三胞，安尼三胞、立四胞，好不？那这样为了整个给我们分裂，所以有很多高沙族跟高沙族不同款族群的人底下分裂。 然后又在变分裂，哇！你是白皇族，你是阿密斯，你是台儿族，所以选固的是也在那边分裂啊，分裂了。所以这个都是中华民国造成的。虽然有这样的混乱呢，但是来看看今天的中华民国强制我们高沙族。 诶，迄、那个教育，那今天为什么会称为我们台湾民政府称高沙族？这个有渊由。这一段的时间，在1623年，日本天皇太子呢来到台湾，以前日本对台湾是啊，反正反正，翻人翻人，那让。 迄个台湾人是哦，熟番跟生番，熟番是北部族啊，较熟啊，哈，不煮熟到什么程度？那结果，迄个太子呢？哎，看出台湾的高沙族，塔卡沙国就开始念着说，可怜啊，很多的塔卡沙国。 环境哪里的小？因为那时候太子呢，听到古沙族，就像阿弥所唱的“盘查来，还有盘查来，阿娘的红米糕，哦呀嘿，呀嘿，哦杨一长呀吼，嘿呀嘿。那我们胎儿族呢？ 哎，高干啥哩呀？木雷木，高干啥哩呀？木雷木，哎，阿天呀，拉个，这个唱歌三更三暝都唱不了呢。那这些那么漂亮，遐尼水，哦，这个电话高呢？这个太子呢说，哎，安尼边。 别人叫做“万境凡呐”，叫做“达卡沙国”，就是改为高沙。那高沙日本是达卡沙国，达卡沙国的意思就是说，真水的美丽岛，美丽美丽岛，个山顶，个被都会唱歌跳舞，哇，真宝贵的达卡沙国。 所以那时候就称为达卡沙国。我们刚刚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，我们几个高沙族，因为我们很喜欢称为原住民嘛。那原住民我们已经争了10年了。
然后我们又去抗议游行呢，为了证明运动，我们也去台北，抗议这个，因为家己的名应该合家己的名呢。那有人，甲你唔是亲情的人，无亲，无缘无故的，无亲，好。 好，你们听得到哈，听得懂吗？那无亲的不是亲戚的这些的，叫做合理列名，安尼合理不？有合理不？你家己的子女，和别人无，甲你无亲戚的人，和你家己的子孙的名，安尼合理不？无安尼啦，没有这样的啦。 只有中华民国才把我们勾杀族这样的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在争论谈论说，啊，三地三胞好了，我们称为高山族，啊，这不行，啊，那就先住民好了，还是找住民，还是新住民，啊，安尼袂用哦，先住民无同款的意思呢。 先住民是什么意思？已经贵姓了，叫做先住民了啊！安尼名，然后最后我们就谈论到原住民，呵呵，安尼原住民。所以我们争论到那么多年，才给我们说，哎，家己和家己的名原住民。了后来到民政府，哎，又改为塔卡沙沃高沙族。 这个秘书长就给我们解释，然后我也跟我们高沙族的同胞也讲说，原住民这个是中文的解释，在英文来讲 ，indigenous people、aboriginal people， 不管是你把它称为土著民也好，或是先住民、原住民也好，或是土人也好，或是山地人也好，看你怎么称。 但是中英文就是 Aboriginal people, Indigenous people， 就是没有办法改。但是我就回想到我去过纽西兰 New Zealand， 跟 Mau tribe 在那边 conversation， 那在那边讨论的时候，啊，对啊，纽西兰也没有说 Aboriginal 或是 Indigenous people Mau tribe， 没有啊。 就是 Mau tribe， 就是毛利族而已啊，没有讲说纽西兰原住民毛利族，那我阿内无啊，所以这个原住民是我们自己多加的，在纽西兰一听到毛利族，一定是听到在纽西兰啊。好 ，Six Nation people， 假如说有去过加拿大的。 那一定知道说 Six Nation People 六个国族同胞族群就是在加拿大，我们也讨论过，我也去访问过那边，所以一听到说塔卡沙国啊，在台湾，就是台湾的塔卡沙国，所以这样听起来，哎，安尼有利，所以秘书长很有远见，所以我们就改塔卡沙国。那今天是。 因为有一些歧视哈，我们也在1988年8月25，我们横挖偷渡，哇，还我土地！大家那时候第一任的行政院原住民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约翰尼，他也是传道士，我们长老教会，我跟他在总会长老教会总会同事过，我们策划这个。 1988年、1989年、1992年、1993年，黑化脱队运动在边抗议游行，啊，抗议哦，黑化脱队，黑化脱队，杀千鬼的原住民勾杀众，结果有的有几个说，有的人说黑化脱队，那有的人说还我土地，还我土地，有的人说还我太太，还我太太啊。 唔是恨我太太呢，结果看起来原来他太太跑掉了，跟平地人跑掉，无怪有人说恨我太太，哇，这个很
这个很风趣，这个高沙族的。那更有趣的是，镇报警察掏几百，那镇报警察呢？这个中华民国厉害，第一排都是拢是高沙族的镇报警察。我们有去，结果啊，退哈，有两个年轻人说：“啊，掏钱是我的牧师呢。”我哦，跑掉了，他不敢，因为他们镇报警察真的是用那个棍子来捅人。你看，等于是以夷制夷啊，用高沙族的青年来打自己的高沙族，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恶劣。这是最先1988年的一个还我土地的游行，然后反侵战呢、啊，还有曾生存，这个都是一直抗议呢。就台东县议员的夏曼马德曼哦，向高层中华民国的高层来诉求，结果政府的决策是什么？然后有一个处长就出来了，啊，这个五郎公说：“有用吗？我们闲话偷得向你祭拜，有用不？有好不？有用吗？”哦，这个都是年轻人，难怪有很多少年人有读过，还正在读大学的哈、啊，有这个啊，政府在骗我们这样，啊。连那个美丽岛是台东的美丽岛也是阿美斯也开始抗议了，嗯，哦，阿美族的。那今天台湾高沙族有14种的族群，那阿美斯差不多14-15万人口，我们起码51万、52万的人口，所以我们就会纳闷啊，奇怪，我高沙族伫台湾得要5-6千年都还伫台湾，应该比北地的2300万应该较济啊，是安那？迄时30几万，到今仔日50几万，难道高沙族不会生孩子吗？有的人会很像小鸡一样，啵啵啵啵啵啵啵，一直生孩子呢。我们有生8个、12个都有。我爸爸，我们兄弟姐妹就，假如没有马拉利亚啊，假如没有卫生，因为那时候卫生不好，我们总共有11个兄弟姐妹。那现在剩下6个兄弟姐妹，所以不是高沙族未晓生呢，会呢，是安那？这边好，不要紧啦。恁讲是400年啊，你看一直到现在52万年，那恁差不多200年的时间，生了2000万、300万是逃亡的人，逃难台湾的中国人，300万还是400万？好啊，安尼台湾人2000万。难道能平地都会生？现在都不敢生了呢，吼！因为教育的问题，是生活的问题，甚至慢婚呢。有的平均说30几岁才结婚呢，这个都是今天政府一些的我们台湾人的无奈。那今天我们看看主权的问题。我们刚刚所谈的说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那连台湾总统也是同样啊，阿扁啊，啊，在2007年7月18日，流亡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，这个韩国人哈，潘基文提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诉求，但是7月23号遭到联合国秘书处退回。那7月27日在媒体就，台湾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联合国，是这种无法度，不是国家啊，台湾不是国家啊，
点花饼公更不是国家，所以怎么会进入到联合国呢？请求迄个董事会，今仔是咱那是开董事会，有人唔是董事，会当参与无？会当参加董事会的会议？袂用啊，赶快啊！所以今天，特别在1951年那时候的备忘录啊，澳洲政府在当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也不承认中华民国对台湾有主权。美国的杜勒斯说法可以确认说，中华民国政府宣称已经光复台湾，事实上，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的政府对台湾。不承认台湾，他有台湾的主权，这讲得很清楚。1970年，加拿大嘛是同款，无承认中国对台湾有主权。哦，然后联合国政治事务部的秘书长，在日本接触的是联合国法律事务室助理秘书长。重申对台湾主权，那美国是没有去讲，没有去注意他们的，没有主张这个对台湾的主权的问题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本来就是占领台湾的主要的权力的国家。那这些无论是加拿大、纽西兰、日本，那他们也知道日本才是台湾领土的主权国。更巧的是，澳洲、加拿大、纽西兰同效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大英国协，跟日本二元制一样的二元制，英国、澳洲嘛是同款。所以统治国家的天皇和日本政府当局将服从盟军最高统帅。那时候麦克阿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啊，他们以为说，哎，蒋介石说流他所领导的流亡中华民国，说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实际上已经清楚，原来流亡中华民国不能用永久占领台湾。那这个是战争法所讲的，秘书长讲得很清楚啊，占领者不能有移转什么主权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这个是战争法最清楚，而且是很最重要的一个法律的原则。在2010年6月29日，这是两个中国，中华民国中国 ECOWAS 签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已经讨论将来政治统一的将来性。美国情报局早就已经给我们弄清楚，他们有已经路线了。所以今天网马在那边斗争，其实马英九就是不让台湾人真正掌控整个台湾，他就是他一心就是跟中国统一嘛。这个就是真正中华民国中国人的本质本性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啊，我们台湾透过选举拢会当改变，嘿嘿，袂当改变。阿扁嘛是同款啊，阿扁第二任的是，我看这个，阿扁第二任的是，啊，他去美国，他也接受美国给他的美国国籍。这一趟，就是蔡英文要选举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，他去美国嘛是同款，美国嘛是对，也给他美国国籍。意义是虾米？意义是什么？台湾游玩是美国的战略区，这个才是关键性。台湾原来还是美国的占领区，中华民国只不过是受委托而已。那受委托不能永远一直受委托啊，
清楚。假如说你是老板，你委托了谁？除非是你的儿子或是你最要好的，一直委托他。但是有一天一定改变啊！那今仔日阿扁也嘛是同款啊。阿扁第二任的是底下选举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。哦，来改变中华民国在台湾证明哦，叫什么证明运动，个自宪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哇、啊、哇，台湾人拢欢喜个，感动个。结果他当选了，当选以后有没有改中华民国改为台湾？无法度啊，所以。没当做就是没当做啊，这个是最流行那一段的时间最流行啊。比如说我没当做就是没当做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我来到这边受上课的时候才知道毕淑定怎么解释呢？我没当做就是没当做，什么意思？原来。阿扁的就任典礼时，已经就职中华民国总统，说：“我是第几任？我是第几任的中华民国总统？我要效忠中华民国，有效忠效忠台湾无？有无？无啊！效忠中华民国，而且我要实现中华民国的宪法，而且我用帮助中华民国国民。”有讲台湾人无？无啊！原来是安那袂当叫做台湾，拢是中华民国。104条，请注意哦，104条那边等着阿扁。你只要违背誓约者，104条死刑一条，判死刑。啊，你无怪啊！变成我袂当者，就是袂当者啊！当然啦、啊，不能改变了、啊，不然他就判死刑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原因就是安尼。好，在李登辉那时候，为什么不能动审？我听到秘书定不？好。而我本来是李登辉是要废审，废掉台湾省，结果美国出面干涉啊，那边不能废审，可以动审，所以李登辉就把它动审，因为废审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1949年。从1946年1月12号，中华民国把原来日本的台湾国籍是日本的国籍，全部集体化改为中华民国国籍。那实际上那时候他接受麦克阿瑟的时候，即使他不是一般的人，说他在台湾接受这个日本投降书，台湾是我们讲的呢，在法理台湾没有这个法理名称呢，是应该是日本的台湾，但是我们都把中华民国把它改观念说就是台湾呢、啊，所以那个观念有的，我今天看到秘书长的。174台湾战争时回顾，今天早上把它印出来，他说秘书长说现在把有的台湾领土对不起，日本对台湾主权应该是从1895年到1952年，一共日本统治台湾57年，不是1895年到1945年，1945年1895到1945年，是不是50年？是这一项，这唔对，必须定
今天早上在网路的时候，他更正，我们要弄清楚，实际上是1895年到1952年，因为1952年4月28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日子，所以应该对1895到195257年的时间。所以这个是你们回去的时候也可以看网路哈。那第二个给我们更正的是说，实际上蒋介石他要用他接受这个日本的投降书说要废除马关条约哦，马关条约是国际条约呢，所以台湾人就是说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他还是用这样的观念。是这一种马关条约没有，蒋介石没有权利，无迄个权利来做废掉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也还有马关条约的事情。这个是还有秘书长也讲说，1945年10月25号，一般的中华民国是光复节嘛，不是光复节，是日本交战日，等于说中华民国的第一天的占领日，是受美国委托的次要的占领区的日子，那是1945年10月25号。所以有的光复节说啊，光复节没了，这个都要改变。那10月25号，实际上在，因为假如说你是光复的话，就好像你是变成主权了，你把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就地合法，安尼袂用，所以他要我们重新来更正这个真正的历史，因为军事占领不移转主权嘛。所以到了1949年呢，在中华民国讲说拨迁，政府拨迁到台湾，让你后天啊。躲亡到台湾了，逃难到台湾，所以我一直强调说，逃难的人还要跟我们本土台湾人决定台湾，这些实在不合理。但是一般台湾人就没当改啊，这个观念都不会改。请求印度啊，达赖喇嘛，那不是说逃到印度吗？西藏的达赖喇嘛，那逃到印度，那这个印度呢？达赖喇嘛、西藏的人、吐蕃的人，没有权利跟印度的人一起决定选举他们的印度的总统，不宽利啊，多蒙威郎啊，所以只有中华民国逃亡的人，强迫台湾人民，所以难怪多这些的。我们再回到台湾行政长官公书，这个就是原来可以成为台湾民政府的，这是战争法，美国就已经跟他说台湾行政长官公书，但是蒋介石来的时候把这个台湾行政长官公书改为台湾省政府，他要掌控，等于说变成就地合法，所以把行政长官公书这个原来的战争法是改为台湾人民政府，就是今仔日咱的台湾民政府的存在。那在行政长官公署还有警备总部的时候，这个台湾军备警备总司令部，这个原来也是成为军政府的前身，但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就地合法，所以把以后就真的是警备总部了。那警备总部是什么？专门抓人的，比马王这个滔天啊，这个监听的还要更可怕。其实继续都是可怕的事情，因为中华民国流亡，家己的法院就是因家己的法院，他们自己的法院呐、啊，
我们看这个吴伯雄不是到中国设办事处吗？结果大学生就在那边，在两岸事务呢，不是总统可以私相授受，马英九授权吴伯雄附中协商，他已经违反了这个条例。那他们说违宪了，当然是他们现在的。 状况。那今天我们要让台湾成为进入国际正常化，就是今天让台湾民政府的目的，让台湾民政府让中华民国结束，然后让他们回到金门马祖。这里是福建省金门马祖，这个中华民国的土地，还有平潭岛。 我们几个高沙族啊，有700个人，现在在金门做这个，流亡政府的预备的上班的地方。有人说啊，这个是看以后哦，他们在因为有2个是已经参加我们受训练，刚刚在金门做这个工程，哇，做了那个好大12楼，真的很像上班的地方。 但是一般金门人就是说啊，这里是旅馆的，这是旅馆的。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逃完毕结束台湾的时候，就回到金门马祖，他们就已经预备了。所以不是有平安岛，还有金门一个月几万块，不是吗？他们给了这个中华民国给他们的福利，那是3000还是7000、6000呢？ 好，所以今天除了从军事政府成立，然后在军事占领当中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成为台湾民政府的成立，就是今天应该是按照假若中华民国知道这样的。 战争法的话，应该循着这样的过程，但是他不会啊。美国他也模糊政策，那模糊政策要等到让台湾人觉醒，他才告诉我们整个的过程。所以2006年10月的时候，让的必须定安尼控告美国3年时间底下。 控诉在那边控诉，了后2009年8月6号，美国的国务院放弃抗辩权。那放弃抗辩权，意义就是安尼，我认了。好，所以本来都是政治案件呢、啊，但是美国的话语说，不是政治案件，继续底下诉讼。 那诉讼3年了后，2009年8月6号，他们就放弃抗辩权。那放弃抗辩权以后，法院说，你就循着他们原告者的需要来帮助。所以虽然判官，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（stateless）， 然后让今仔日的台湾的政府。 中华民国政府，实际上不是台湾政府了，是中华民国政府，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，跟他是游玩政治炼狱中，所以本土台湾人嘛是赶快，好像说啊，自由选举，拢是啊民主啊，这个是台湾独立的最好的本钱，拢是供求，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训练。 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边受过训练的时候，唔忘例外，这是今仔日创造咱台湾历史的契机，是一个最好的机会。所以今仔日来的少年人，你们可以透过恁的 FBI 哦，不是 FBI 了哈 ，FB 了哈 ，Facebook 把你们学到的从那边去传述给你的朋友。 然后让他们也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的事实。
跟中华民国扭曲的是这个历史呢，重新跟他们做一些说明。那当然不容易，但是嘛是爱继续爱走。所以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的成立，那台湾民政府的成立，美国有什么可以已经慢慢的帮助我们？我想秘书长也讲得非常清楚。我自己的认知，透过秘书长这样的教导，第一，美国在帮助我们是，每次所谓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的时候，第七舰队都在保护，而且日美安保条约也订定保护咱的台湾，这就是必须定安尼控告美国了后做的后续工作。第三，今仔日的新德、五峰，我们山上那边的观雾反飞弹雷达，是东南亚最高而且最漂亮。27个美国美军底下将官，那我们几个高沙族的青年也曾经两三年前去做这些建筑工程的时候，也在那边做。因嘛怎样来得有美军，阳明山还有加山花莲加山基地，还有台中的空军基地，这都是美国陆海空已经掌控了。那有三架 F-22 战斗机在夏威夷，有一次在中华民国万安演习的时候，透过桃园的高速公路，那个22战斗型很大，啪砰，就到高速公路，啊，隔壁的那个人民的那个住宅啊，那个玻璃破去啊，下面地当，原来就是这个22F 战斗机。你看，都一直继续帮助，而且实际上帮助我们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所办的这个台湾身份证，已经。然后现在，车牌号码，那车牌号码都一直看我们，哎，这个是安那有红色、有白色，好，他们都吓一跳。这些都是一步一步，然后年底左右，我们这一趟去美国。9月6号国际记者会的时候很清楚，第二天说啊办得成功，所以美国就反映给你们办旅行证件。这个旅行证件就是已经真正逐渐都在帮助，而且都是 ING， 都是进行式呢。下面公民动了，民进动了，那些抗议游行啊，这个啊！你好，我台湾来抗议游行，结果有好无？嘛是停顿底下，让台湾民政府进行，一直进行。每年8000个美军进来，所以这个都一直因为秘书长控告美国有这样的后续动作、后续帮助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台湾民政府需要让我们台湾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。那今天也先向你们各位恭喜，因为参与今天的行列。那在我喜欢用圣经讲的一句话说，上帝啊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因为他必应许平安给他的百姓，就是他的圣民。慈爱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彼此相亲。那以后我们民政府就是往这个方面的生活的特质。然后这是我们8月的时候，这是这一次是2月，你们假如要去日本，你们也会看到这个什么名字了，忘记了，这个阴茎良子哈，
这是必须定福音。好，那这一次的9月6号也是很蛮成功，好，所以最后让我们国际法真的是放在我们的台湾人民身上，希望行公义、好怜悯、谦卑的心、上帝同行。 我想台湾人，这就是咱的应该爱做，真多谢，好让你们吞论啊，一直到现在，辛苦大家多谢。各位学员，请起立。今日老考食饭。